都给你弄去了，以后别出去吃饭了。馒头在多吃。你闺蜜怎么还没有来？哎呀，哥哥对不起嘛，人家不是故意让你等这么久的。他是我男朋友。没关系，像你这样的美女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哼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那个女孩为你哭红了。She would get long as my bitch.Thank you.
亲爱的，还有最后一个生蚝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你不要套路我。没有套路，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分享。哎呀，你想亲我你就直说，干嘛扭扭捏捏？哎呀，你好讨厌，会被人家看到的。哎呀，哪有人看嘛？你看嘛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哎呀，你管他们干嘛？哇，兄弟，这么丑的女人你都下得去嘴？就是，这一地的生蚝就像猪一样。看它长得跟生蚝一样奇形怪状的，难怪这么爱吃哦。你们只看到了它的外面，还感受不到它身体的美好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哟，这么丑的又来了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呀！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到永远，有幸与你相爱，余生为你而来，只要你在，我三生都期待。Thank you.